红柠檬切下去，好跟达斯。香菜切开来，好吃的不得了。你会得分过一个老师同学做？那还会他呢？一口冰淇淋，一口人民币。一两张收回来六十块。六十八块，你还吃十三张羊肉饼？那个名堂经自家买的馅饼，让不坐着吃。安心点吃饭，吃饭辰光不要讲着。那到来临差不多个。你做哪能有辰光坐着不得？你明明只有。饭讲那么多样，要说我没办法。啊，你呀。那个身份呢？哎，大家谁不晓得呢？十八楼讲明白一句闲话，一让你琢磨。今天顶底子，包括不会讲顶底，我得让你看看，搿只买阿两嘞，我讲买副两万，顶底子，而且阿勿是叫顶底子。来了已经讲了，你住了四十楼，你住了十七十楼，所以你听这个闲话，你来得干苦得有。可是包包应该住了天塌了，工地小脚站还要听你，住得干哟。你还记得你那天晚上来给我通电吗？我今天的汽车又没办法发动了。看上去顺风车，大不登工作，也是来了一个车子坏掉了一下子，还冇新的，就是开来开去不会坏。声音样本，本来一清晨发动站的。哦，救命菩萨来着！师傅啊，他这个车是什么毛病呢？我只负责大电，我修不了车。实在是太讨厌了，这玩意儿。开至十三亿光度，闻所未闻，真的是上刚后浪推前浪，一浪不如一浪干。哎呦，谁去错个地方啊？带上趟才到谁家？这里近一点。电瓶坏了。我换一个多少钱？我给你查个价。只开了六年，怎么会坏呢？你这种的话，就属于说长时间放，它坏了也快。阿仔不来了一个屁带种，吃错也是开也是废物。是个是个是。阿呆，我这边去开滴滴，我要去弄电瓶，弄电上下来，我要去开滴滴。哎，再做一道。讨厌的了，我只能去四 S 店了。现在这个问题还没弄清桑了，但是电瓶的关系还是钥匙的关系哈。本地你动作啊，前头买车子，后门收车子。如果拿前门进来的人，领带后门来看看，不晓得你到会得有啥个想法哇？这里啊，有的你去看海里玩啊，别来不及避啊。那个不那个。如果开出去又坏掉哪办？再过来吧，他一年保修的。搿么辰光才浪费脱，辰光才是动。这里啊，风吹凛凛哇，大致半个多钟的回文海啦。大致车子不灵。哦哟，来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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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啊，我当初不是那个嘞。哎，快点快点上吧上吧上吧。哦哟，生意在线了呀，打得清清爽爽。刚才个人，你得练光啥？八年一遇，怪不得大致一点辰光。妈妈，我带你去买菜片。啊，你想发财发得个啥？我每当来在忙，所以当做福利。上当我买这张十块，中之一块。你动机不成歪，福利了哈。现在实际上才分钟。啊，为中一亿个？再多三十万吧，这个刮个。三十万不够你刺激。我忙一张嘛，你去山高头刮刮，分分。是的，到了。谁来啊？你发财个地方待着。我做福利个啥？哦，想发财哈，也太一个光辉银两。对，还是。包包一个门是没有劲的，你不能抱着赚钱的想法，你抱着好玩。小刘格局大，那叫什么？是谁懂你？当等我把面孔拉红。今天来谁吃东西？哎，你中上五千，今天要不要弄你那白相啊？当我啊？中上五百块的白相，二十万擦肩而过。我很高兴的告诉你，我福利做成功了。干死我！你恭喜不上人家。China。